你覺得阿邦唱歌點啊？好聽，好有感情啊！可以感情哦，感情啊！哎呀，感情！我是什么？啊，嗰啲，感情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唔好親人啦，唔該。唔係啊，嗰啲阿邊個啊？林志玲咧，成日咧講話撩奶，咩啊？咩奶話？咪撩奶啊嘛！牛奶嘛，飲多堆牛奶咧，話點解你嘅風胸咁勁㗎？因為飲多啲牛奶啊，仲有還有做運動咯，都是手指。你做咩？點知啊？阿健啊，阿邦唱歌好聽啊，好好聽。咁多隻，個個都話好聽嘅。我过去不跟他如马共对，逗留在记忆后几个盼泪，一起携手牵手，也无意共对，说他与谁。我过去也只因工作晚睡，我爱里极在意跟他比对，而最怕再奋斗就强忍下去，也有个人生最惨痛是爱得太深。